桃竹市林地检署一名林姓书记官涉嫌在地检署装设偷拍器，今天全案侦查终结。检方指出，林姓男子共犯案82次，将以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以及身体隐私部位等罪起诉。市林地检署调查指出，林姓嫌犯从2020年1月开始到2023年3月之间，在市林地检署的厕所等多处装设密录器偷拍画面。三月检方接获通报时，立刻调整住并取消他的门禁权限，接着又在他的家中查扣一颗硬碟，确认有多名被害人。由于审查他任职的机关应该执法守法，没有想到竟然漠视他人的隐私，利用同事的信任犯案，导致被害人心理受创，因此检方也请求法院从重量刑。以上交棚内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